天中午看到妈妈了，对啊，妈妈应该是非常多年没有看到啊。嗯，对啊，哎，看到你们这个照片，对，太温馨了，很像，对啊，妈妈怎么那么年轻啊？你说姐姐，我们都相信啊。对啊，这妈妈看到雨洁的一个表现。虽然跟你当年那是没有办法相比的，因为妈妈的比我可爱啊。哦，不不不不，这是一个成就了，这演艺的成就，你还满意吗？还可以。还不错了。但是雨洁啊，我在这里跟妈妈报告一下，这个女孩子太乖了。对，真的这点我很满意。任何艺能界的坏习惯，哎呦都没有。真的都没有，这个我看着他长大的，哦，他这从出道，对不对？而且我昨天在找照片的时候，我看到我就是回台湾第一次上的节目，就是跟宪哥，我还要合照。我本来想要带来，但是想说下次。哎呀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这个孩子太乖了，要约都约不出去嘛。妈妈难得能够这个请他的这个上节目。对，跟他一起上，是是，对呀，啊，而且还让哇，今天是牺牲色系，哇，你看哦，逍遥盛装哎哈，国标舞的衣服，哇，妈妈的身材，观众朋友，而且维持那么好，而且这一套。这一套是完全镂空的，对啊，完全就秀出来了。妈妈身材好像比女儿好，太没礼貌了，我觉得很重点是在腿，对啊，腿真的很美。对，妈妈这个腿你是怎么保养的啊？天生的。哦，哎呦，天生丽质。对呀，啊，他呢，这个在艺能界也算是有一些时日了啊，对不对？现在也演到女主角这个位置了。是啊，对啊，当年。妈妈最好的成绩讲出来，来大家说一下。我的成绩啊，其实哦，我19岁，我跟他一样同年哦，一起进入演艺圈。是是是。但是我拍了大概2年，我拍了5部戏就嫁人了。对。所以我鼓励女儿说，要把演艺成就啊，要发挥到极致以后，稳固一点，对，稳固再嫁人。不可以像我一样那么早结婚，对，他反而不催就是婚姻或什么，他说你只要工作好然后再说。但最近妈妈演戏我压力很大，因为其实妈妈现在演戏呢，她比方说同一个台词她可以讲N 百遍，就比方说我在大陆，他很少打给我，唯一打电话他就说，哎，吴宗，这几天台风要来了，那你会回来吗？我说打错电话了，然后说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是妈妈，对，他台词。然后我在演戏，我想说，哎，妈妈打电话是不是急事？喂，吴宗，我就挂。妈妈找你对戏吗？太入戏，因为我很正。我19岁的时候太过分了，太过分，太漂亮了，难怪一下就被人家抢走了。你看，太小，你看。桂纶镁嘛，你看，对呀，国中，哇，你看这个，这一定要的嘛，这还得了，真漂亮，妈妈真漂亮。那个逍遥姐以前有没有艺能界？像我们很多前辈啊，哎，那不是人，真的，他们好快，手脚很快，他就进很多前辈的哇，色胚很多了，有没有人开拔你？有没有？啊，你先看，小碧，你先看，先看一下。有目前这里有2位凶险，你指认一下。凶险，有一些前辈，对，不孝的前辈。哇，他也追过你。哇，奎哥，奎哥，我告诉你，奎哥，你们这个节目还真奇怪。对，我是学长。他跟我文化学院。哦，他是我学长。我学长，学长连学妹都处理。他是我学弟。哇，三个都同学校，他是我学妹，三个都文化，三个都文化的，我们一看，哎，奇怪了，怎么的文化全到了？同学会啊，真的是同学会，真的是。这有吗？有没有哪一位前辈追过你？有吗？一定很多，一定有。没有，我那个时候土土的，乖乖的，没有人理我啊。因为文化学院他们喜欢时髦的。是吗？这样子没有人。不会啦，你的学校是多么漂亮，大家都很喜欢你。在学校的时候你就已经。几乎他就是校花了，然后我们学校校花可多了，风云人物，是不是？对，那像这个啊，宝贝都还没有在艺能界，还没有一个定下固定的，怎么办？对，奇怪了，他好像这个姻缘比较晚。他会不会是 T 呀？妈妈在这边，直接这样问，妈妈在这里。没有，如果是这样也不像啊，谢哥。哎，对啊。如果是我女儿是 T， 我也接受啊。其实 OK 的，对，我也接受。世界会改变，但是爱不会变。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断开那条锁链，再进去，出来，进去，出来，进去，出来。你要进去还是要出来？你到最后就进去了嘛。断开，你也知道这个。断开，文杰。好像MC耶。
来来，对他感情观有没有看法？像我做妈妈，我只要他幸福，因为他的话比较宅啊，都是宅女，所以只要他好像、不对，对，幸福平安就够了。嗯、有人热烈追你的吗？应该有吧。有些，但是再看看吧。哎呦，慢慢来，就说当朋友 OK， 但相爱慢慢看，对对，不要因为爱，因为爱。两个人不管是你爱他，他爱你，不要两个人不要因为互相的相爱，到最后变成一种伤害，伤害，哎呦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好像都是男人伤害女人多。没有，现在女生恐怖哎！我请当事人提出，我们现在把镜头移向第二摄影棚，张丰齐先生，来来来，恭喜，请提出你个人说法。说法，哦，没有，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互相尊重啦，不要互相伤害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真的，并没有什么男生一定会伤害女生，对，女生有时候也。那你为什么吃软饭？为什么我没有吃软饭？我是吃油饭。吃油饭，原来是我吃软饭，我没有。太好了，好消化，可以啊。那妈妈现在就是等于今天愿意来上节目，等于是宣布重新再出道一次。到我这个年纪哦，其实哦，应该生活就是开开心心的。对。然后今天我很想跟女儿就是说留下一些美丽的画面。对。今天这个装扮一看就知道要变魔术写书法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是第二组。国标舞直接就来了，好吧？逍遥与王宇杰将带来合作舞蹈，回到1920。哎呦！哇！哇！哎呦！天哪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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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震撼，来，真的真的，评审老师张奎老师，来来，你刚刚看完这段，你的个人说法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请说，请说。哇，奎哥受不了了，奎哥出来了，奎哥，奎哥不要冲动，奎哥，我告诉你哈，难得看到这么漂亮的舞，对，我这一个学妹。对，是太漂亮了，对，漂亮。他这个女儿张丰吉不追太可惜了，对，可惜了。来来来，就是，哎，还有上面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谁啊？来，有可能我选一个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是很棒，对不对？很有诚意的表演呐。所以逍遥姐今天呢，跟那个我们家宝贝啊，大家一起表演，我觉得这就是对的。对对，人生在世几十年，十年修得同船渡。百年修得共睡觉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要多少的缘分才能变成你的宝贝女儿，一起共舞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这个机会太难得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